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石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今天介绍的角色是登场于《天地劫》手游中，真实身份为黄城师的人。年幼时的曹庆以弃儿身份潜伏在将军府中，并且愿此生追随于武林老将军麾下。天赋的部分留任左影，六星的情况之下，使用绝学后获得流火状态，持续一回合，闪避或主动击杀敌人后，重置所有主动绝学的冷却时间，间隔三回合触发流火的效果是误攻和暴击率提高 20%， 且不可驱散。五内的部分，灵运石不够的玩家直接点上路就好，因为要拿到一字延展，效果是向前穿刺并攻击范围内的所有敌人，造成一倍伤害，并施加燃烧，持续两回合。拥有流火状态时，伤害提高 30%， 这招在前期会蛮实用的。灵运石够用的玩家，先把 PVP 技能一字延展拿到之后，就可以直接走下路拿炎之力。不过老实说，曹庆这只角色可以上下路通攻打开是最好的。魂石的部分，推荐使用赤炼鬼或裸鬼。赤炼鬼三枚的效果，主动攻击气血高于 70% 的角色，对战中伤害提高 20%。裸鬼三枚效果，伤害提升 10%， 主动攻击对战中免伤 10%。技能与魂石搭配，推图或 PVE， 魂石可以带赤炼鬼，技能的话带追星隐刃加劫焰四杀加炎之力或是踏血行。劫焰四杀的效果，主动使用对一个敌人施加劫焰状态，持续两回合，自身获得再行动三格。劫焰来自施加者的伤害提高 20%， 对施加者的首次攻击会被闪避。追星隐刃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1.5 倍伤害，战前驱散目标两个有益状态，拥有流火状态时暴击伤害提高 20%。 踏血行的效果，提高暴击率 10%， 主动攻击并击杀目标，折战后获得再移动三格，可以打完敌人马上退出来。炎之力的效果，与携带燃烧状态的目标对战，战斗中伤害额外提高 20%， 这两个被动都蛮不错的。这样的技能搭配可以让曹庆先对敌人放劫焰四杀，就可以再行动并释放追星隐刃，如果此时击杀敌人就可以再行动三格离开战场。 PVP 的话，魂石带赤炼鬼，技能带一字连斩或劫焰四杀加追星隐刃加踏血行。以上点法与技能搭配仅供参考，玩法有很多种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